娟儿，听着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娟儿。我不行。娟儿，我这辈子已经受了太多的挫折，我实在太累了。如果连你也失去，我真的吃不下去了。娟儿，娟儿，你不要死啊，娟儿，娟儿，你回答我，娟儿，你回答我，你张开嘴巴回答我，娟儿。哎呀，娟儿。君一霸，这皇阿玛可能要流鼻涕的感觉。第一段的时候，他其实研究那个角色研究特别好，因为那个周一围那个演员，他的面部表情是咬着牙在说话，他的牙关不打开的，他用的好好呀。不光是身临其境，而且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。而且第一段的时候，乾隆老师喉音压得特别的好。他是这样啊，配音演员在配戏的时候，他自己的面部表情慢慢就会贴合镜头前那个演员，面部表情越贴合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咬字就越像了。尤其刚才我在听乾隆老师他撅嘴说那个血字特别像。快，该你夸了，该你夸了，狂夸，太好了。